有网友问啊，看我关注了284个账号，想知道我都关注了哪些内容。其实我关注的对象啊，80%都是宠物类的，萌宠秀或者小动物救助类的。因为啊，每次看到他们这个群体的转危为安、苦中作乐、没心没肺、不学无术、有吃有喝、岁月静好，或者无忧无虑，就让人感到那么真实。他们对听得懂的话回应虽然有时候很甜，但对于他们听不懂或者不同意的话，他们不会咬着不松口。他们对喜欢的东西虽然咬着不放，但是他们不会逼着同伴跟他们一起咬。他们对自己讨厌的东西会选择默默远离，却不会在意同伴的喜好，更不会阻止同伴也必须远离自己不喜欢的东西。他们虽然对主人摇尾乞怜，但是他们的眼神里透露着真诚。特别是救助站群居的那些狗狗们，叫得最欢的狗狗从来不会去咬那些叫得不起劲或者叫慢了的同伴，也不会去孤立那些不跟着叫的同伴。啊，真想感叹一下，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啊。点赞加关注，带您看真实无包装的美国。